养生瓷化搅拌杯。早在1400多年前，医学家陶弘景在《名医别录》已记载，饮用瓷化水对人体有治疗和康复作用。这是一款神奇的养生杯，瓷化一杯水只需3秒钟。瓷化杯中搅拌轮采用磁铁制作，在磁场作用下通过电机转动，使水体性质发生变化，成为瓷化水。搅拌轮通过磁力与底部电机链接，无缝内胆设计，不漏水，使用更卫生。杯子内胆采用304食品级不锈钢制作，不会生锈，使用更健康。一键式开关，创意按钮设计，操作简单，及时停止，使用更方便。用磁化杯喝养生水，健康之旅从黄龙之家开始。